可以啊，是啊，你听到什么声音呢？没有，那个正常，那是链条在走的声音。其实差不多90了。对啊，啊，那时候你有没有？人家没压呢，你再压一桶就差不多了、啊。来，好，可以转过来了。装准备，明天早上清晨要回北部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底下洗头啊？原地，原地洗头啊！搁洗，搁洗，搁洗！过来，过来，搁去梳啊！搁去梳啊！好，差不多啊。有，可以够。来，会使啦，直直入去头啊！你入去到上内底，再去洗一下头后，你才，迄无要紧，迄，伊迄，拄到一下伊会渗一下，无要紧。直，搁直入去无要紧。速度算正常，真的，感觉比以前慢了。没有打扰爸爸。你要挂电力的，有时候你电力如果。你现在又带一档，刚开始新的时候是空车，你有差，我现在用速度都差不多，现在低转速高扭力的，好，有这个，我那边，对，安的差不多，安的差不多，又往上。像比如说在高速公路睡觉，这个前车牵着，那后面要把它撑起来嘛？你如果要品质比较好，当然要撑啊，啊不你也会摇啊。昨天没撑，真的是。啊会摇啊，对啊，所以抗冷机得啊，放两只，冷机，两边冷机得啊，来。过后边。哎呀，过进去了，过后边好啊。小安，我要退喽。那个是鼻轮的声，无紧，那喷一下倒啊，伊个轴心，你若碰，你有买恐龙喷一下倒，无啥，轴心，好，安尼啥 ，OK， 好，取消了。